啊！救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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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不要动！不要动！不要动！救火啊！啊！救完了！救完了！救完了！天哪！其实根本就没有火啊。OK，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一辆小小台的东东啊。只要看到小小台的，可以看到这个车上一堆洞，而且这个洞都超级大的。这台车一些整个都被打到冒烟，没错，就是那台车弄出来的。好，那这台车是什么东西呢？这台车是右鼠，它名称就叫右鼠啊，右鼠装甲车。它是德国开发的一款轻型空降装甲战斗车辆。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轻型的武器载车啦，然后拿来侦察之类的，大概他们也不能就是拿去前线作战，就是不拿来当做主武器弄了，侦察居多啦，然后可能遇到什么一些轻微的敌人什么的，然后再用这个武器去做个解决这种动作。他的装甲就是只能防轻型武器。枪啊，步枪啊，或是某一些轻型的武器那种。那它的主武器有这个机炮，跟另外一个版本是托式飞弹。那有两个，等下托式飞弹我会后面再拿出来用。可以，它最高速度是70公里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机炮，多猛！它虽然是一小小台，但是它操作人数还是需要到两三个人。你看，在打这个后面直接穿过去。哦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！我要走，我要走，我要走。哎，这一颗很大一颗哎。这种东西说了是轻型的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暂时先不要进去军事基地。我觉得进军事基地可能真的会出那个进去战车出来，哎，不是哦，后面有托式飞弹版本，我们可以去试试看。这个枪机枪版本就先不要进去好了。真的很猛哎、欸！而且他打上去的弹孔都超级大一个，你想看这个打在人身上，你看他打上去的洞，哦 ，no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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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一个爆炸就把这台车给炸到直接坏了，你想想看，等下进军事基地会怎么样 ？Oh my god！ 不要撞我啊，老兄！哎，什么东西被撞掉了？嗯？他该撞我的时候，有个东西飞掉，是前面这个背包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把直升机打掉，烦死了！直升机，好烦，真的很烦呢、欸。哦，要修直升机嘞，这两边的太高了，仰角不够。基本上你只要一直发射键按着不放，就没什么问题。哇哇哇，打到一下而已，他是醉了，他是醉了。哦，直升机打一下更快爆，它比车子还要快爆。唱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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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海滩的这些人知道他们完蛋了。
太夸张了哦！你居然开，哎 ，SWAT 哎，你开民众的车来撞，到底有没有搞错？那这样要打前面一点，是不是会被这个车皮挡住？哦，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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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h shit, 这个每爆炸一次就要修一下，那个如果不修的话真的。我现在到海滩的地方。看那个直击追击的很爽，这样摔下来他死了吗？看一下，我要让直击在海上坠，我先打他的，有，我看他会不会坠在海上，浅海应该这样就还是会爆，太浅，他说他可以坠在那个水里面就不会爆掉了。然后在海上就打不到你，是不是？中了中了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，为什么士卒会跑来这边呢？有时候我不讲话，真的是我真的是玩到觉得超级爽，然后直接超沉浸的在那边沉浸这个在那边打警察这个虚高啊，玩找东西真的是真的非常的爽快。刚才一个斯瓦特全身着火都乱跑，这个不坏吗？他浮起来，对，这边够深了。坏掉了，坏了！No！那这个准心怎么有点怪怪的？GG， 北巴把它开到水里。OK，Hello，We're back。那我们这个是托式飞弹版本了、啊，不过在 GTA 里面的托式飞弹，它会用什么来呈现呢、啊？哦，没有追踪式的，那就是你要手动瞄，可以接受。因为 GTA 里面很多东西，我觉得，除非他跟你表明讲说只是飞弹，不然基本上都会是追踪的。你看这个就要手动瞄。我们进军事基地看看，那这个填装超级超级慢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好下场。Hello, everybody！ 哇 ，Oh no！ 没有，刚才那个是意外。刚刚我在那边炸直升机，然后直升机爆炸，那个画面都把后面挡住。我真的不知道后面有一台战车就在后面了、啊。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早就马上走了。哦，意外，应该不会了，快走！你看，像这样防那个他们的机枪啊什么的，这种轻型武装基本上是没问题的。那像那种战车的话，这个就没办法了。来，Hello， 尽量打！哎，我中弹！这个防护不周，我中弹了、啊！还有人开着民众的车跑进来，不是民众的车，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车，他们现在停车场的车。走啊！不要跟我讲快坏了呢！站出来，先走。我看一下各位一发一发的给他偷一下。
哦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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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靠我靠，哇塞，炮弹飞来飞去，超恐怖！应该有炸到，应该有炸到，有炸到炸到！哦 shit！哦，超恐怖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快走快走快走！啊，快走啊！哦，他引擎有一点在秀抖秀抖了，都会停着停着停着停呢。够了，我不跟士兵闹了，他们会把我的引擎打坏。而且我还中枪，这是什么鬼啊？你看，敌人撑的就是坦克的内部透视。哎，好好玩啊！这个，我进去看一下。这不要打太近，我怕自己。What the fuck? What the f-？ 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！敌人进去，然后直接完全没有看到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然后直接爆掉了。到底，好，我真的不闹，我真的不闹了，我不会去找那些士兵，我也不会在那边有的没有的，我就是直接战车出来。好，战车嘞，直接往这边走，直接往这边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还没出来，战车还没出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Hello， 你们都没有人要出来是吗？这种东西对人来说应该很容易才对啊。人呢？人呢？好像进军事基地几次，他们就是会比较慢出来的样子。哎，看一下，我这边稍微绕一下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快走快走！不要走，不要走下去，不要走下去！绕绕绕绕绕，他们指头都非常烂，两颗两颗打中两颗，三颗，血都是。四颗，快要快快装弹装弹，五颗，哦，六颗六颗都没爆。不能往这里，不能往这边，这边自杀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都没打到，都没打到，没打到，没打到，七颗，八颗，哦，哦，哇塞！要你要在那边等他填装，然后你要总共差不多七颗还是八颗？你才可以收掉一台战车啊！我觉得太久了，然后他们战车又源源不绝的冒出来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OK， 毕竟轻型装甲车嘛，所以你也不能奢求什么，它本来的用途就不是这样冲进去自杀的。OK， 那希望各位喜欢，一样老样子，喜欢的影片可以帮我赞。那如果你是新来观众，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欢迎各位订阅我的频道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分享我们的影片。那我们就在下一章的GTA5再见喽，拜拜。